任翔帮忙报告坑族小聚2023坑族小聚活动海报整理，就是大家看到前面这两张很大的，那也请 Ronnie 准备。好，好，大家好，那这个坑是哲伟今天提出来，就是要把上次坑族小聚的两张海报数位化这样，然后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拍照这样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有把这两张，硬有把那个小张的一张一张一张的拍起来，然后我是用相机把这个大张的，就是用类似全景方式接成一张大图这样，所以现在有那两张的照片。然后另外就是刚有我们就在现场开了一个表单，然后让大家就是很多现场的朋友一起协作，就是把左边右边那一张就是全部 key 成数位的档案，然后放就是一个 变成一个 Excel 表这样。那这个 Excel 表这个 Excel 表就大概是反正就它被整理成一个 Excel 表，那整理成 Excel 表之后就做了一些统计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统计的结果。比如说像大家填的那个坑主与团队属性，那最多的是社会人士，大概占了一半这样，然后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学生，然后专案目标设定大概完整产品，完成雏形政策倡议，然后复杂大家认为最复杂的是那个需要多人且需什么且需跨界这样，然后重用性大家最在意的是资料释出的部分，还有如何把专案原件化，然后大部分的专案都是完全数位，就完全是线上的，或者是数位为主实体为辅的专案这样。OK，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关于公开性，就几乎所有专案都是唯恐天下不知。那因为这张海报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有一个轴向的，就是大家在贴那个专案的小纸在海报上的时候是有在针对不同面向，就是坑主觉得哪一个面向比较重要，就会把它贴在靠近海报的那块。那所以也有针对轴向我们有做统计。那大部分的坑主是认为重用性和数位性是比较重要这样，反正就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大概就是一个统计结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任翔。